再取两分。现在二次篮板保证的不好，哎，回防啊，回防了红中化，青岛队上一个锋线的投手，可是贝尔达挡拆，最后陈英俊来了一个抛投啊，还是看个人能力吧。跟上一场比赛打山西挺像的，对，一样，也是第二节帮帮帮，自己是不讲理进两个三分球，好球，三分球，外线的三分球没有，一看就有点偏，记着，这是机会，过，差点以为贝尔要。想要去躲开贝尔，不是他没看见贝尔，你知道贝尔冲过来他没看见，以为他没人呢。好球，是没有打中，正面还是尽量少打板啊，正面打板不是说没有啊，但是你这个难度太大。对，好球，好球，跨步后撤步完后仰投三分，纯外线动作，对，这有点太大的动作，漂亮，哎呦这球传的真漂亮，贝尔差一点失误了，侧影球，陈英俊再造犯规，对，对不对？把五个人变成三个人不得了吗？他现在就是想连续的进，还是通过挡拆，球传的漂亮，好的。广州队，你要说防青岛队全压出去也不太现实，嗯，因为他们对面篮下还有一多普里斯呢，是吧？还一大里斯这球没有搁进去啊，被干扰到了。嗯，陈英俊大范围转移。傅磊的三分，好球，终于进了。哎、四个人拉开，看杰曼一个人，你自己玩去吧。对，看他一个人玩，打进就打进了，打不进反正大家退防。嗯，倒是挺啊，倒是挺团结，没人有那个。给了谁的技术犯规？给了应该是青岛队替补席吧？应该是，嗯，可能站起来嚷嚷来着，所以尽量别嚷嚷。果然给了球队席人员一个技术犯规，那么是为了刺激他。对。就问你怕不怕？杰曼已经25分了，三分球目前是11中4。上一场比赛杰曼28分，今天是25分，距离感觉距离三分线还有2米多呢。对，然后这面就是，你看直接就拔，又是掩护，一看就八九不离十，你知道吗？陈英俊急停中距离，好球，真稳。陈英俊面对杨金萌，三分球今天青岛队投了48个，48中16。好球啊，给陈英俊后勤部队，结果干着干着成主攻部队了，喂，扛着枪开始冲了，你没办法了，你这回是没进，没进，看能不能抓住的机会缩小比分。陈英俊目前是准备要攻了，再来一三分吧，哎呦，这俩三分叫暂停吧，这肯定就叫暂停了，这主力部队，这主攻部队有点软。陈英俊现在是连拿8分，一个中距离加上2个3分球，贝尔球给的有点靠下，传出来了啊！这球肯定要传出来了。陈英俊又空了三分球，哇！陈英俊连续三个三分球，哎呦，这拿11分，对，打出点激情来了。